南韩人气女团 TWICE 日前以第三张正规专辑回归歌坛，近日他们登上 Music Bank 表演新歌，全员换上利落成熟的 OL 装，大跳新歌 Scientist， 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，再加上套装散发出的成熟魅力，让不少粉丝都称赞根本是历代极好看的舞台，这套真的超美，难道是秘密武器吗？之后 TWICE 也顺利拿下第一名，成员们随即戴上可爱的造型眼镜，大唱 Anchor 舞台。尽管之前 TWICE 的开麦实力曾遭到网友质疑批评，但这次在 Anchor 舞台上表现得相当好，子瑜在个人部分也有完美表现。短短六秒的真实歌声获得大批粉丝留言赞赏，子瑜的声音好好听，子瑜的歌声好惊人，备受肯定啊。